呢度咧有25个老师，140个学生，佢哋个平均身高咧就150嘅。啊，跟住咧第二句说话啦，就系讲紧咧啊，原来啲学生嘅平均身高咧系145啊，咁即系话啲学生嗱，对于学生嚟讲啦，咁佢哋加埋几高啊？咪就系145乘140咯，呢、这个就系学生嘅 total 身高啊嘛。啊，好啦，咁老师嘅 total 身高咧，我当叫做心 T 先啦。老师加学生嘅 total 身高，啊呢、这个咧系老师嘅 total 所有人嘅身高加学生嘅 total 所有人身高，就除翻咧165人，啊就等于150啊嘛。咁我咪计到老师佢哋有嘅叫做 sum of height 咯，啊好咁计一计啦，咁计到咧4450，啊但系我哋要计嘅系 mean height 啫嘛，即系话咧呢、这个系。老師 total 加埋啫嘛，咁你咪要除翻，將呢個數除翻25咯，咁就計到咧係178，答案 D for 多啦。